看看新闻网。明星夫妻的爱也有我们看得懂的，来看一对明星主播夫妻邱启明和李翰来到我们的镜头前，展现他们的恩爱，说起他们自己爱的宣言。为什么让你心动是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心动。长得帅吧。他是中国新闻人心中的一根标杆。近来利比亚政府。他是上海观众所熟悉的新闻主播翰。2002年从广播学院。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的是，这两位可是一对羡煞旁人的恩爱夫妻。现在邱启明不回来，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，还是会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他跟我讲了，我说你真可以。这话是有说过的。对，真可以。我说老夫老妻能够这样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什么老夫老妻。我们一直保持兴奋的感觉。那时候刚结婚。就比如说在家里头洗衣服、做饭这件事情，我是从来不管的。尤其是刷碗，我就不允许他的手碰到洗碗池的水。这名嘴秀恩爱，威力果然不同凡响。邱启明和李涵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小名邱木子。这一回木子是跟着爸爸妈妈做客上海电视新闻55周年访谈。都说孩子一到了会打酱油的年纪就格外调皮，木子也不例外。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眼看木子不消停，他们便使出绝招威胁。告诉你啊，这边的导演伯伯他的忍耐是有底线的啊，因为这个人其实生活当中很坏的，木子啊，你要小心他。果然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木子立马被爸爸收服了。你喜欢爸爸还喜欢妈妈？爸爸。听到这儿，妈妈李涵会不会吃醋呢？我刚开始会有一点，我心想白对他那么好了，但后来我也表示理解的。平时在家也会这么问他吗？我会的，我常常问这个问题，我不甘心的问这个问题，但他基本上80%都是说是爸爸。不过因为工作的需要，邱启明总是不得不面临和儿子的短暂分别。我现在恐怕出去，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这个了。我给我儿子专门开了一个小微信，啊。然后只有他妈妈、这个外公啊、我啊，还有我们这个就亲人很小的6-7个人能够看到他。是通过这个也来表达。所以我会发无数的他的照片。妻子的守候和付出给了邱启明事业上更多机会，孩子的可爱和懂事则牢牢捆住了恩爱的两个人。和其他在电视圈的夫妻档一样，邱启明和李涵的婚姻也被很多人关注。最近天后王菲离婚引发社会大讨论，视他为偶像的邱启明在支持偶像的同时，也道出了自己爱的宣言。那娱乐圈最近也特别闹腾的，就是各种离婚。我们不会离，因为我演艺圈我没有崇拜的偶像，如果说有的话，恐怕也就剩王菲这一个人了。当有一天你发现这个爱情已经没有办法在婚姻当中出现了，如果你内心里头还是有爱人、有爱的人的话，我支持你们任何的选择，分手我非常支持。娱乐新天地上海独家采访报道。